七筒还有一张。哎呦，这里碰起来还是一进天，可是有碰碰虎哎、欸。对啊，南风也没见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里也失落，杠上安弟弟。这里中右是不是也听边章？听了啊。所以七筒两家要。蛋糕说：“四海八荒的规矩不同，我们朋友打32张牌内没吃碰的话咪几。”我听你在乱。你那个是哪个偏僻的地方的玩法？佛罗伦斯。哦，佛罗伦斯，意大利玩法。意大利的玩法我不懂。我不懂，我是来自米兰，是吧 ？I don't understand。南齐摸到什么小鸡？啊！下车没有，他一样保持保留碰碰虎臭一色，还有臭一色，对，不用碰碰虎啊，臭一色就一样了。这野心很大，嗯，四条来了碰碰起来，南齐会碰，还是凯华会下车？不下，碰起来听，哇哇，臭一色的边章三条啊，南风再碰起来，等一下南风出来再碰。哇，还是上碰下自摸，还是把铜钟碰到凯华这边安弟弟。哇，南齐这个三条是剩下绝张哈、哦。对啊，碰哥都还没有听牌，哪敢打、啊？他的牌面真的蛮恐怖的哦，南齐这边。对啊，牌面很恐怖，条子大家都不敢卸、啊，因为他的牌，他的前面是完全没有条子，他没有打出条子啊。哇哟，杠上绝张三角裤，哇 哇, 哇，太扯了吧！哇，这哎、欸、绝张哎、欸，还杠上哎、欸，哇塞，这个大把了，杠上哎、欸，绝张边张三条凑一色，太强了，这一把上升啊！不摸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哇！一摸就摸个大把的，太强了。这个哎、欸，他放弃碰碰胡，对不对？转的、啊、漂亮，还杠上自摸。我觉得这三条还是绝张、欸。扛上阿米达，扛上的 music。哇塞，太强了！南齐这个转的漂亮哎、欸。对，所以就说南齐也是一个很会蹲的选手，很角色 啊, 啊，他是很角色啊。杠上凑一色边张字，因为他的碰碰胡跟凑一色其实是一样多台的啦，而且碰碰胡你还要等待别人打，对，而且他的一筒其实算不蛮好碰的，可是碰不到，他就而且他是一筒跟四条的碰碰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选择把一筒拆掉，走这个凑一色，九台耶、欸。一把起飞啊！哇，这一把就直接来到32400分了，跟第一名只差不到4000分呢、欸，3800分而已、啊。好猛哦！好猛，真的太猛了。南齐真的很猛哎、欸，真的。